wonderforest.com。清水五路里长同票超前，新人陈毅和抽中当选。台中市清水区五路里长候选人蔡寿明及陈毅和两人得票数相同，皆为1079票。26日上午在清水区工作抽签，由挑战者陈毅和抽中当选。现任蔡寿明展现风度，上前握手说恭喜，表示不会提选举诉讼。今天上午10点，选签人员依规定先抽顺序签，陈毅和抽中一号先上台抽签，结果抽中当选。以下支持者欢声雷动，高喊动算陈毅和激动红了眼眶，表示未来将聆听里民需求，争取建设，打造幸福快乐五路里。蔡寿明则说不会提选举诉讼，将退休养老。